总共一句，我就是有人陷害的。证据都已经很明显了，等我宣判了后，你要上诉就去上诉。这哪是证据很明显啊？这根本啊，就是不合理嘛。今仔日若是讲话，我为着要省钱啊，我去买山寨鸡肉，这还佫有可能。重点是我付出的钱是正版的价钱呢，我并不是因为贪俗才安尼做呢，我完全无理由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代。陈长胜，你无需要佮继续讲落去啊，你要继续强辩落去哦，我就加判你藐视法庭。若假使讲无啥物需要补充的，根据双方所提出的证据，本庭我找新的证据，丁兄，我找新的证据。丁兄，我这边有新的证据。陈彦奈用肿瘤，我有新的证据。新的证据嘛是需要申请，唔是讲用就会当用的。等一下，这个新的证据啊，牵涉到几千亿的投资，还佫有医疗设备造成的社会公共安全遐问题，这真了重要，所以阮要求啊，当场公开新的证据。救援陈忠顺，陈忠顺啊，你叫你下骹手人啊送这过来，想要拍悲情牌哦？安尼装笑的，是无可能来做新的证据哦。秀晶，请书记官拍回文件夹。这内底哦，敢会是一堆梗图，啊，拢是陈忠顺哦，假惊的表情包。那真正是安尼哦，今日法庭上的新闻啊，一定会甲阴暗报纸的头版啊，占个满满满啦，大家拢会足后悔，无来参加看这条笑话啦。报一个文件夹，把叫做安破了。啊、这文件夹内底有山寨安波罗的人头资料，对啊，啊口交的明星诶，啊还有101号的进货单，书记官，麻烦你先把101号进货单这个档案拍开。丁兄，你应该有看到啊，这顶悬啊，有写安破罗元首将家己的家器卖予这间山寨公司啊，这应该就用来证明啊，您所讲的山寨机其实不是假，是真的，证明我陈忠顺买到的是正版的101号。是啊，哥，您斟酌我看，这每一张的进货单顶悬拢有日期。而且写得清清楚楚，所有的交易啊，拢毋是伫一天以来完成的，前后差不多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啦。这搁一遍来个证明讲，因所讲的山寨机啊，根本就是原厂应该伫个正手到倒手。啊，若杨湘水伊是安破罗的大股东，伊是安怎要家己来哄骗家己的？就是因为这间山寨公司啊。是家己个人成立的人头公司，伊把正版的机器啊卖过了后，就变作山寨机。伊安尼做主要的目的就是，伊要乌空我跳，伊想要陷害我、诬赖我。陈忠顺，你第一误会讲啥？迄份报价单根本就是伪造的嘛！我要求休庭，让法院更加侪时间。来查这个证据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拄只毋是新调去，要一问着我拍落。我讲要有时间偷偷调查这新的证据，啊你唔肯咩？即马是安怎？后悔啊？这资料拢是假的，
陈忠信用的拢是假证据啦。麻烦一下，搁把这个交易明细档案拍开。哦，这个看起来应该就是一挂往来的电子邮件啦。啊，若前后时间啊，应该是有四个月。这个部分就要麻烦丁兄啊，你也先查考邮箱随的安普罗公司的电脑，就算讲伊全部拢甲删除了了，透过技术嘛是我都将伊删除遐邮件，甲伊阁复还倒来。安尼等于证明这个交易案幕后主使的人就是邮箱随。另外，就是这个人头资料档案嘛，请你拍开。内面每一个人啊，我拢要对伊提出告诉，因为因全部拢是共犯。哪会变安尼啊？这小娃稳死啊！这份资料哪会落伫咧爸的手头啊？唔对啊，是谁提予陈雅的？敢讲？想臭啥你？那个时阵在背后跟我偷袭的人，敢是陈雅？有可能啊！那是伊，伊嘛未到即马才把档案提出来啊！啊，那个形影看起来敢若是查某的呢？敢讲是？莫哭啊！你笑得较水啊！昨昏就伊走去我的办公室，一定是伊唔知影怎偷摕到这份资料。陈东俊，你竟然是陈忠信的 spy！ 王哥，针对被告提出的这挂证据，你有啥物要解释吗？余香水，我先甲你提醒哦，你先想个清楚。老老实实回答法官，阿那无啊，伪证罪这条罪也是无轻的。这些资料拢是伪造的，还佫有遐个人头，我根本就唔捌伊，嘛唔捌看过啊。是毋是当请法官，甲伊一个一个拢找出来问个清楚，莫让我受到冤枉。看起来伪证罪你是一定要吃这条罪啊啦！我明明买的是正版的机器啊，结果竟然让你冤枉到死。刷来啊！我要加告你一条啊，诬陷，还佮重伤害。因为你我爸母，害我身受重伤，还佮有文宣目睭青面。包括我拍官司的时，我所有损失，我的商誉，我的投资。杨香水，即声你敢若吃官司就吃较饱。要告状你去告啊！你用假证据来欺骗这个社会，你提告的罪名，我一定甲你告转去。你要把我告回来哦？好啊，非要着输我穿便便啊！这边我甲你啊，一定要分一个输赢。你莫第一只甲我点罗毛哦！你使用什么乌贼战术哦？我无第一惊的啦。丁兄，我即马要警告伊，公然侮辱佮妨碍名誉。伊讲我点罗毛，啊，毋过实际上啊，我是一个正正当当的企业家，我毋是罗毛呢。所以这是人身攻击啊！啊，若讲我乌贼战术啊，我明明是咧保护我家己的权益，伊竟然制造谣言来侮辱我，这是破坏我的名誉。好啊，拢莫阁讲啊！既然即摆有新的证据，就需要重新调查案件的真相。所以今日我宣布休庭，两天才阁开庭。刘香水，你倒会忍得起呢？唔通因为你病出来鬼啊，你忍袂调，你就杀人呢？杀人罪哦，无好瞧哟。你故事内底，我唔捌你的意思。听唔过，你用假的证据来欺骗法官，这条罪较重。你上好把你的金刀仔排好就好啊。